det är min man. Han kallar mig för sopa. En räksmörgås och en stor starköl. Gratis.大家好，欢迎收看异想世界，我是张凯英。瑞典电影大师 Roy Anderson 被誉为是最会观察人类的导演之一。今天很荣幸我们邀请到多次拜访大师拍片的电影工作者吴奇隆为我们分享。奇隆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们想到瑞典电影大师，一开始想到的都是伯格曼了，但是 Roy Anderson 是 slapstick 版的伯格曼。奇隆怎么说呢？可不可以帮我们介绍大师的生平跟他的风格？观察最近的一些比如说北欧的电影导演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容易就会发现说，这些北欧电影导演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质，就是他们其实都是一种比较冷的冷调的那个状态来看这些电影，就是人类情感，对，或者是行为这样子。可是问题是说 Roy Anderson 跟这些导演比起来，他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就是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幽默感的一个导演。那我觉得这跟他的个人特质也比较有一个关系这样子。对，因为当我见到他的时候，他永远就是一个那种笑嘻嘻的老先生这样子。嗯，他是一个很特殊的。那被他们用这个所谓的 slapstick 的那个版本来形容他，因为像 slapstick， 大家比较容易联想到的是说像卓别林这样子的一种比较动作夸张的那个模式在去，对，一个喜剧式。可是在 Renderson 的作品里面，其实我们比较容易看到他不是那种强调大肢体动作的一种表演的方式，可是你会看得出来，不管他的故事，他的一些设定，他其实你会看到他里面有非常非常荒谬的东西。嗯，可是当你在看着比如说他会把梦境或者是一些现实跟超现实的东西，他会交织在一起，那你会觉得这是很荒谬的。可是有时候再想想，我们真实的人生其实也常常有这些很荒谬的对荒谬的事情出现，对，所以你就会发现说，哎，其实他对于这些观察是很透彻的，可是他用的是一种比较荒谬的形式。但是有时候你会先会心一笑，可是当你是仔细去想他的时候，你会觉得一种很深层的那种悲哀的那个情绪会跑出来。嗯，就会有悲喜交集的感觉。对，他是一个很特殊的。那就是Roy Anderson 他其实不是一开始就是这样子拍电影的。对，因为他大概在1969年从瑞典电影学院毕业之后，他隔年就推了瑞典爱情故事出来。那这部片其实就是一个很通俗的爱情剧，就讲那种你知道青少年的那个恋爱过程这样子。那这部片在当时他就拿到了柏林影展的四个奖项，那在瑞典的金甲虫他也拿了最佳影片这样子。那其实在票房跟口碑上他都得到了一个成功，这个时候他其实就开始有一种焦躁的情绪跑出来，因为他压力很大，因为他其实不太想要做重复同样的东西，所以他那时候有段时间他大概就停了蛮久，一直到5年之后，就是1975年的时候，他才又推了他的第二部作品，是一个黑色喜剧叫《旅店怪咖》。可是在这个时候他其实就遇到一个很大的挫败。嗯，那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不难理解。我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2013年的时候，陈俊霖的作品去柏林影展，那时候因为我问的是他第一部片《夜台北》的监制，那时候他有跟他碰面，是，但后来他跟我转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问的是跟他讲说，作为一个监制，我绝对不会投一个新导演的第二部片。他说因为这个新导演的第一部片如果成功了，他的第二部片还压力很大，因为他要超越他。对，可是他的第一部片如果挫败了，他第二部片的压力也很大，他想要重新取得一个成功。所以他说在第二部片其实通常就是一个导演的关卡，他能不能走下去就是要看这一部。对，所以其实 Renderson 在第二部片之后，他其实挫败了很挫给他的挫败非常大，所以他就离开电影圈
跑去拍广告，对，而且他其实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广告导演。那一直到1981年，他回到了斯德哥尔摩，然后设立了他自己的工作室。那设立工作室之后，就有人开始邀请他拍了一些短片。那我觉得就是因为长时间的广告的训练，再加上这些短片的经验，其实他慢慢的去磨练出他的一个很独特的拍片风格。那这个拍片风格在现在来讲是一个几乎是奇迹般的一种拍片方式，因为他是一个很会使用棚拍的，对，的一个导演。那这个东西就是当我们现在的高科技，一直很多导演就会觉得说啊，没关系，我后面特效再来解决这件事情，是用特效后置来解决这件事情的时候，它还是一个高度手工业的制作方式。那个他拍出来，可是他拍出来的片又是那么的真，那个时候就变成一个很特殊的情景。那一直所以到2000年左右的时候，他才拍了他的第三部片，也就是现在的人生三部曲，人生三部曲的第一部《二楼传来的歌声》。那当然，因为他一个。就是他这种非常非常特殊的一个拍片模式，而且其实你会发现说到人生三部曲的那个表现的时候，他跟其他的导演比较起来，他已经不是一个故事性非常强的导演，对，他开始去着重一些情境的描写，然后他会采取用片段式，当然我觉得这是跟长期的广告的生涯有拍摄广告的生涯有关系。嗯，那到这个阶段之后，他就开始，你会看发现，从三部曲的那个变化里面，你也可以看得出来他的那个他的创作方式一直在修正。比如说，我们从第三部的《二楼传来的歌声》，到跟后面的2007年推出来的《啊人生》，还有最近才出来的这个就是《鸽子在树枝上沉思》，你会发现他第一个他的。演员的对白讲话的那个方式其实也越来越慢，对，可是越来越慢，他反而让这些演员因为表现方式出现一种很笨拙的形式，那反而让他的这个荒谬性又增强了，对，然后你会觉得哎、欸、好像更厉害了一点这样子。嗯，那再来就是说我们在二楼传来的歌声里面，你当然还是看得到有一些是采用实景的方式，可是这个东西慢慢的到啊人生以及鸽子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的棚拍的东西又越来越多了。嗯，你就会发现他慢慢的真的就是走向一个他完全在一个主导的完全能够掌握的一个情况这样子。然后他就把那个摄影棚中间的门拆掉，然后就搭成一个超长的轨道，公寓的景就搭在那个轨道上面，那旁边还有另外一个比较小的轨道，这个小的轨道上面他就开始画，就是一样就是那些背板，就是树啊电线杆啊，那所以就是当他们在拍的那个时候，就是工作人员就在旁边开始去推动那些树跟那些树、啊、而且还就是在算那个秒数，然后你就觉得说哇塞，用一个手工业可以精准的呈现到这样子的那个情况。其实我们刚刚从预告里面可以看得出来，你看到以为是真实的场景，事实上那是棚拍，就是特别用手工业去做出来的。对对对，其中去拜访过很多次大师的现场嘛，对，所以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下就是现场制作这些事情的背后的故事吗？第一次去的时候他们那时候在就是2012年，当时台北电影节在做他的专题，他的那个专题里面有一部纪录片是拍啊人生的一个侧拍的纪录片，那这个纪录片的其中一位导演就是他的制片经理。嗯，所以其实后来就是因为在台北也认识的关系，那我那一年去瑞典的时候我就顺道去拜访。那时候当时他们是租用一个在 Stockholm 市区大概还要坐车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间的一个小镇，嗯，那因为有一个比较大的摄影棚，那个棚里面他们在搭的就是一个酒吧的景，其实就是在鸽子里面，你有看到一部分是穿着时装，但后来有一些穿着古装的士兵跑进来，还有一个国王的那个场景，是，就是其实我们都已经知道说他是擅长用棚拍的那个方式，可是你到他的现场，你还是会觉得非常非常的讶异，因为他们的那个制作方式。就是可以那么的优雅，跟目前所有的制片工作情况不太一样，就是他的拍摄方法就是他会将摄影机固定在一个位置，固定的位置，那摄影机是不能动的。他的那个机器一开着之后，所有的工作人员就是按照了那个最后要拍的那个距离开始搭建酒吧的景，甚至是那个酒吧主景
之后的那些所谓远方的景物的东西，那我们看起来以为是真实景的那东西，它其实是好几层不同的背板对去画起来的，包括它的工厂，包括它的灯塔。对，我去的时候，他们其实正在修整那个景，那你会看到它非常非常的仔细，因为他们几乎是工作一阵子之后就会回到过来查看这个摄影机画面，然后那个瑞恩德森就会在那边跟他说：“哦，我觉得这个可能颜色还要重漆，或者是什么什么，就调整的非常非常详细，所有的东西都要做到最精细的要求，就有点像是在拍广告片一样。”嗯。可是你知道吗？他们下午的时间是有下午茶的，就是因为瑞典是一个下午茶文化也很盛行的时候，像大概差不多三四点的时候就会有一个休息时间。嗯。而且他们就是按照准时上班，准时下班。那根据有很的说，就是他的制片经理的说法，就是在他拍片，因为他每一部片大概都要拍四五年这么久，这些工作人员的钱他从来没有签过，你就会觉得非常人性的拍片空间，对，非常人性的拍片空间，而且他的工作人员很妙，就是我那时候在稍微聊一下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很多的工作人员是来自世界各地，嗯，因为很仰慕他，所以跑来跟他工作。对，然后每个人就这样非常仔细，所以在那个地方你会发现，就是一个小联合国的制片模式。对，那到第二次去的时候，就是在他自己的 studio， 那时候他们其实有放了一段他们正在后期的那个影片，就是你在电影里面鸽子那部片里面，你会看到他有个很大的一个滚筒，然后把那个黑奴就是推进去之后。他自己去烧，然后后面还有一段这样子。然后后来他给我看完那样的一个片段之后，他就说：“好，那我们现在下楼去看一下那个场景。”一看到那个场景的时候，你就呆掉了。就是你以为非常巨大的东西，其实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模型。嗯，对，那就是整个是一个让你非常非常傻眼的状况。你就想说，这到底是怎么拍的？那你会觉得说啊，既然他大的东西会用一个很小的拍，那所以你就会理所当然去想象这个东西，可是当你回头过来看到另外一个，原来他的那个下一个场景是一对老先生从那个门里面出来，可是那个是正常 size， 嗯，所以你就常常就是会很好奇他的电影到底是怎么去拆解成这些很细微的部分，对对，那个是一个非常非常神奇的。非常惊人呢、啊，真的。如果你没有看过那个滚轮的实际大小的话，你是没有办法去想象的。是，嗯，导演其实今年已经高龄73岁，他毕生当中又只拍过5部的剧情长片，《人生三部曲》前后横跨了14年。是，所以其中可以帮我们介绍《人生三部曲》的这三部作品好不好？我觉得其实他的作品有一个共通性，就是因为他这三部曲，每一部都拍了差不多就是4年5年这么长的时间，所以。而且以 Roy Nelson 的那个方式，他的拍片方式就是变成他常常想象到一个情境之后，他才会开始去做的去准备，找钱，然后来搭这些场景，然后找演员来拍这个部分。所以其实，在这么长时间的那个创作底下，他的电影里面其实是承载了很多的时代的精神，跟就是说跟当时的那个社会情况是很紧密的连接在一起。所以其实我们在二楼传来的歌声这个片子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它里面在讲的是我们人类对于千禧年这件事情的一个焦虑，就是我们现在其实已经很难去回想那个时期，因为那个时间大家对于2000年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兴奋可是又很焦虑，嗯，因为那时候我们有 Y2K 千禧虫的危机，所有的电脑大家都在担心会不会全部都会 reset 一次这样子。 对，嗯，对，可是那个时候大家又觉得说，哦，我们要进入一个新的世纪，然后好像一切又充满了你知道重新开始的一个希望，所以那时候是我觉得那时候人类是一个充满着一种焦虑的那个情况，矛盾的心情，对对，一个很矛盾然后又焦虑。所以你在二楼传来的歌声里面，你看到那些人物的那个景象，就是你就会发现这种很两极化的情绪就不断在充斥在这些演员身上。那而且你会发现他的这些片子里面他所关心的人物并不是特定的主角，因为你比如说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往往其实都是在要求自己去进入那个情境，你可能会进入到那个情境之后，你可能才会去产生对这些主角产生认同或者是联系，嗯，对。可是问题是他的那个片子里面的演员全部都是上妆的，就是上白妆，对，就是那种苍白的那个妆，所以其实你在看他的片子的时候，其实你完全不会融入。
可是你就好像是一个旁观者，你在观察这些事情，所以他其实提供了你一个情境，让你去分析这些人的那个情况，所以你反而跳脱出来之后，你在看哇，这些人为什么会有这么荒谬的事情？所以你在观察，然后去对照到当时的那个社会景象的时候，就很好玩。那到阿人生的时候，其实阿人生反而是三部曲里面比较快乐一点点的东西，因为他在讲述的是梦境，所以你会看到那个一开始。片头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一个男生睡觉起来之后，就说我做了一个噩梦，然后中间甚至有一些很特殊、很奇幻的场景，就有一个公寓很像火车在移动的那一段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其实虽然在讲的时候，可是你跟其他两部作品比起来，你会发现那部片子因为是梦境，所以其实他带给你的那个气氛是比较快乐的。那其实你对照当时的，就是从大概2000年到2007年。左右的这个时间点，其实那个时候，对，的确我们社会是在，就是全球都是在一个普遍觉得是欣欣向荣的一个状态，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个这样的一个大环境的那个气氛，其实是跟他的片子是扣在一起的。对。可是你到2008年，他开始就是2008年到现在，2008年我们遭遇了什么事情？雷曼兄弟。对，然后开始对金融海啸，然后而且这些金融海啸是一次又一波又一波的来，那一波，然后你看像最近的欧洲的整个市场，欧盟的市场，那所以你看他到了最后的这一个鸽子在树枝上沉思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那个情绪又下来了，这种很像梦境一样荒谬的现实又摆回来这个东西，所以你在看他的那个电影的时候，你在对照的这些社会脉动，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观察，一个很有趣的对照。对，对于一般观众来讲的话，就是这是一个完全没有压力的大师电影，然后你可以看得到，你可以在里面你可以看到一些你觉得很荒谬的东西，当然你就可以想笑了就去笑，那可是笑完之后也许它还会带给你一些什么启发或者是感触，其实是用一种很幽默深入浅出的方法在告诉你他想要说的事情。这次因为鸽子的问世，香港电影节也做了 Roy Anderson 的专题，那这次人生三部曲数位修复版台湾观众一次都可以看得到，所以齐隆你认为就看这三部曲有一个什么样子的顺序吗？其实因为这三部曲并没有密切相关 的那个部分，而且因为他的作品其实都是属于这种片段式的，其实我觉得在就是一般观众对于所谓大师作品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没有太大压力的。对，就是说因为他不会要跟你讲一个多么高深的故事，所以你就要想说我到底懂不懂这个故事。因为我觉得导演他在做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也许会在某个时间点特别去注意哪一个小人物，可是问题是说你又很快发现他故事焦点又转移到下一个人物身上，而且其实他并没有要告诉你这个人到底最后发生了什么故事，它都是一个段落一个段落一个段落，可是那些东西的意义是由观众自己去你要去连接或者是去想象，或许你可能只会对其中的某一个人会特别有感触，可是那个让如果你对那个人产生一些感触的话，我觉得导演就认为他的目的达到了。所以我觉得其实看他的电影其实是没有压力的。那如果说真的就以入门来讲，我觉得也许阿人生因为是比较一个欢快的情绪，那是一个比较好进入的一个片子吧。是，对，行，所以也有拍这位大师的纪录片，对不对？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其实，在台北电影2011年台北电影节的时候，其实当时的专题里面就有一部纪录片，我们刚刚有提到嘛，就是他的制片经理拍的。那这部纪录片就整个在记录那个他在到 Roy Anderson 在拍阿人生的整个过程，那就它里面揭露的那个比一些数据，让我们大家非常非常惊讶，因为它其实里面就有讲说啊，人生里面大概有90%以上都是棚拍，就是对于 Roy Anderson 来讲，就是他不喜欢他不能够掌控的情况，所以他只要能够在棚内完成，他就是在棚内完成。然后因为当时我们大家都觉得在看啊人生的时候，有一个很讶异的一个段落。他那个段落就是一个女孩子在叙述她的梦境，就说她梦见她嫁给了她最喜欢的一个摇滚乐手，然后就在开始叙述。当她在叙述她的那个梦境的时候，那个小公寓
厉害的是那个窗外的景，因为那个窗外的景是一个，就是我们在坐火车的时候，你那个风景会快速，就是很快速的这样移动的那个场景，然后慢慢的就接到了，就是你会看到那些树，比如说树啊、电线杆的那些东西，就慢慢的缓慢下来，然后它下一幕就跳到了那个公寓，就像火车进站一样，然后接受众人的祝福。那时候我们在看片子的时候，就觉得哇，这段好神奇哦，到底是怎么拍的？结果你在那个纪录片里面，他们就特别解释了这一段，因为这一段他就讲到他们用，他们去借了瑞典电影学院底下的摄影棚，因为它有两个，因为它是一个非常长形的建筑，然后他就把那个摄影棚中间的门拆掉，然后就搭成一个超长的轨道，公寓的景就搭在那个轨道上面，那旁边还有另外一个比较小的轨道，这个小的轨道上面他就开始画，就是一样就是那些背板，就是树啊、电线杆啊。那所以就是当他们在拍的那个时候，就是工作人员就在旁边开始去推动那些树跟那些树、啊、而且还就是在算那个秒数。然后你看完之后才说，哦，原来他是这样子，就是用一个完全是手工，可是你会觉得说那个画面真的超神奇的。然后你就觉得说，哇塞，用一个手工业可以精准的呈现到这样子的那个情况，真的是非常非常惊人。那其实在我事后有问过那个制片。那个制片经理，那其实鸽子在树枝上沉思，他也有拍纪录片，只是说，这纪录片有没有机会被引进台湾，或者是在影展上面看，看不看到，就是要看运气了。片商愿意引进，对，当然是希望片商可以愿意引进啊，或者是说影展可以有机会可以再把他邀请过来。是，奇隆可不可以帮我们做一个统整呢？如果你推荐 Roy Anderson 的话，你最推荐他的原因是什么？外行的看热闹，内行的看门道。那对于一般观众来讲的话，就是这是一个完全没有压力的大师电影。然后你可以看得到，你可以在里面，你可以看到，一些你觉得很荒谬的东西，当然你就可以想笑了就去笑。那可是笑完之后，也许他还会带给你一些什么？带给你一些什么启发或者是感触，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般观众最大的收获了。对，因为你可以看到大师他其实是用一种很幽默深入浅出的方法在告诉你他想要说的事情。也许不多，那你只要能够得到，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可是对于就是说真正比较喜欢看艺术电影或者是比较重度的一些影迷来讲，内行就是看门道。当你知道他的电影里面可能有90%以上都是用棚拍的这样的技巧的时候，我觉得那个真的就是你会不断，你在看他的电影的时候，你会一方面除了观察剧情之外，你还会不断想他到底是怎么拍的啊？尤其是当一些超现实的东西出现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非常非常有趣。今天非常感谢奇隆帮我们介绍 Roy Anderson， 谢谢奇隆，谢谢谢谢。D 機関、その組織が行った作戦はすべて。歴史上には記録されない。今日から貴様の名は加藤二郎となる。これは究極の頭脳戦ジョーカーゲーム。